我们的苏志恒委员，带领着我们走北港中山路这一条路上，我们一起要来呼吁世界和平，希望战争可以早一点结束，共同台湾共同站出来，来声援支持乌克兰，一起攻！三起攻！希望世界和平，乌克兰能够安全的度过难关。 希望普丁政府垮台，希望世界和平。要撑下去，我相信哇，总有一天曙光一定会来到。好，谢谢。